桂婷婷她跟我说，就是前几年她的爸爸得了癌症走了。你是独生子女吗？我还有一个姐姐。吃饭了没有？这里好像有一个，哎，那个绳子怎么掉了？这两天有个绳子吧。哦，这个就是熏肉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烟熏肉。对。 Don'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't meant to be. Call it quit, call it destiny. 你看那新哥哥在干嘛呀？新哥哥，他是什么名字啊？那你叫一下那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姚悠悠。嗯，对了，那我叫杨彤啊。杨彤哥哥你好。你也姓杨啊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哦。好，准备吃饭了。哦，这里是不是石门县呢、啊？嗯。这里是不是石门？石门不在这里。因为婷婷跟我说在石门，不在这里。你们家你一个吗？嗯，有一个妹妹。哦，跟婷婷一样大，都是上初一。啊，跟婷婷一样大的妹妹，跟你一样大，婷婷，婷婷是。就是去我那边的一个小女孩啊。哪个听的我也不认识啊。听得出来？我也不知道她说谁呢，不知道她说谁呢。咋没有找到她的合影呢？姚悠悠。嗯，对了，说吧。啊，你也姓杨啊？对啊。石门不在这里。哪个听的我也不认识。我当时我真的很懵啊，什么鬼，什么情况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